这也是够脏的。年前最后刷一次车，好在自主洗车这儿没排队。哎，刷完了，这回看着就舒服多了。视频开始前先吐槽一下，过年前这两天在东北找一个刷车的地方有多难。便宜一点的洗车店门前要排十好几辆车，等两三个小时。高档一点的洗车店平时就五十八十了，然后过年要还要涨到一百两百。好在是单位附近有着自助洗车，自己拿水枪20块钱搞定，刷的也挺干净。今天出镜的这辆车是我们家里边使用率最高的第一代广本飞度，车架代号 GT3， 然后它配备的是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搭载的是 CVT 变速箱。这辆车还有 1.3 升排量的版本， 1.3 升排量那个发动机其实也挺特殊的，它是每七缸两根火花塞，所以说你要是更换火花塞的话，四缸机换八根，对于这种小车来说的话，用车成本也不是很低。这辆车咱们先过一下外观，首先是车头部分。车头部分的话，当时本田的设计理念就是尽可能的把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动力系统以及悬挂占用的空间缩小，把那个空间留给乘坐舱。所以说这辆车虽然说整车的长度不到4米，但是得益于它车顶比较高，加上悬挂、油箱以及动力系统占用空间小，整个车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这个优点也延续到了二三四代车型上。不过首先我最不满的就是魔术座椅在一二代上是标配的，三代开始也就是 GK5 开始的话，只有顶配车型才有魔术座椅。然后现款车型我也去4S店看过，好像是只有跨界版的顶配车型才有魔术座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缺德的设定，这辆车最大的卖点就是空间，然后你把魔术座椅这个东西给去掉。看一下前脸的部分吧，前脸的部分线条很少，只有这个发动机舱盖上有一条金线，然后中网的话可以看到已经有些氧化了，然后底下的话可以看到高配车型带的雾灯。那个年代小车好多都是只有高配车型才给配雾灯，然后大灯的话简单的远近光一体卤素大灯，没有什么多余的设计，转向灯也是集成在大灯内侧。后视镜上带一个小的转向灯，然后A 柱下边开了一个三角窗，这样的话盲区会更少一点。因为是顶配车型，它有一个小的侧裙。后边的这个尾翼啊，尾翼是我自己加的，它不是原车带的，要不我觉得它这个后面有一点凸，我就加了一个尾翼，是拿螺栓固定的，是不是碳纤维材质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淘宝1000块钱买的。轮圈的话，原车的铝合金轮圈配的是175-654的这个轮胎，这是朋友送的雪地胎，雪地胎上还带一只小熊，也不知道什么牌子，肯定是国产的。这只熊不知道跟可口可乐那几只他们认不认识，是不是一家。看一下车尾，车尾的话尾灯也没什么说的，尾灯的话就是非常简单但是耐看的一个造型，里边所有的光源当然不出意外的也都是这种卤素灯泡。排气的话本来是隐藏式的，但是因为我父亲有一次走烂路的时候把底盘的中段磕坏了，我就直接把这个排气整个换掉，从排气气管一直到尾喉换的全段排气。排气管做了一个421等长的设计，当时应该是从广州那边订的，8000多块钱，但是我爸是不知道的，我就跟他说是2000块钱搞定，信不信由他吧。然后自己家的倒车雷达，那个年代车啊，像
这个定位的车，它顶配车型也不带倒车雷达，很正常。而且当时的交通条件可能也比较好，大家停车不像现在这么难。然后看一下内饰部分，进车内继续说，先看一下这辆车的仪表，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整个仪表的风格基本上不能再简单了，读数非常的清晰，很简洁，白底红色指针。然后启动看一下吧，启动的话肯定是不要想无钥匙启动之类的，就是传统的机械钥匙拧动。这个钥匙不是原装的，原装的钥匙我今天没带。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灯其实还挺多的。能够听到这个排气声稍稍有点大，因为换的全能排气嘛，多多少少这个声音还是有一定的提升。加油，我们听一下。这个排气尾骨我换过两次，第一次给我发的那个叫什么 S 响骨来了之后，那简直是毁天灭地。后来我说这个我接受不了，然后又定了一只，等于说是多花了2000块钱。后来这个叫什么灰压骨 M 灰压骨吧，听起来还好一点。反正就这样吧，人家卖排气的也说了，那不可能说我卖改装排气这个声音一点改善都没有，也没有人会花钱去买那种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排气。反正也对。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我后加的倒车雷达啊，这样的话就启动了。然后别的部分从左往右说吧，首先是看一下它这个车门，车门的材质是一种植物材质，也是硬的，但是整个这个摩擦力包括视觉效果看起来都要比硬塑料好得多。然后车门的拉手很圆润，设计的就算是跟整个车内饰的这个风格比较搭吧，因为很多那个很多圆滑的这种设计元素。然后车窗按键的话，主驾驶是可以一键升降，其他的话都是不带的。然后带一个车门的中央解锁，还有一个后窗的那个后窗升降的断路开关。下边是一个比较杂乱的储槽啊，因为是我父亲的车，我就不动他车里的东西了，要不什么东西找不到又要赖我。那个主驾驶下边也是有一个敞开式的储槽，副驾驶下边对应的也有。中间的话，整个中控部分从上到下先是出风口，警示灯开关，警示灯开关是这个红色的，很醒目。然后下面是 CD 机， CD 机的话功能还是正常的，基本上多数的时间也不听 CD， 就是听广播吧，关掉。然后下边的话有一个小的敞开式储物槽，如果要是改彩屏的话，其实这个储物槽连着 CD 机的位置连在一起刚好。不过飞度这个车我不太想给它改中控彩屏，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很机械化很简单的内饰，改了彩屏之后对这个整个车的内饰效果影响比较大。下边的话是手动空调，可以看到啊，这个空调压缩机的启动开关非常的大，右侧对称的是后窗的出窗开关。然后这种机械的内外循环切换拨杆好像现在不常见了，面包车和皮卡上应该还有。下边的话也是非常简单，三个圆形的控制键，控制旋钮，左边是温度，然后风量调节以及这个出风方向。下面就是一个敞开式的储物槽，两只杯架，后边是它这个CVT 变速箱的控制器，在运动档和低速模式。
机械式的手刹。然后这个扶手箱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是我自己家的，原车不带。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座椅啊，它这个座椅整个的这个设计风格就是2000年左右日系车的那种设计风格，然后座椅的这个面料非常的耐用，因为我不喜欢给这种织物的座椅加座套，就一直这么用，也没有说多脏或者是有划伤。整个车的话现在行驶里程是112000公里，因为主要在市区跑的不多，特别是前几年的话好像4-5年才跑了2-3万公里，也就是这两年用的比较多。我们去后面看一下，因为这辆车的主要的卖点就在它这个后座的模式座椅。看一下它这个模式座椅，因为它的这个油箱放在了第一排座椅下面，所以说整个第二排座椅放脚的地方是有一个缓坡的，不过坐上之后对这个脚部的放置舒适度没有多大的影响，然后中间是几乎是一个纯平的过道，后排出风口是不用想了。看一下它这个魔术座椅到底该怎么用。首先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坐垫往起提起来之后，把它原来这个支撑架压下去就固定住了。这样的话从地台到车顶是实现了整个车这个竖向空间的最大化利用，可以放一些花卉啊、饮水机啊、小冰箱，这还有什么五斗橱，这我都放过。然后如果要是把它恢复下来之后，可以通过这个椅背上的解锁开关把这个座椅整体的向前推，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前排的椅背跟后边的这个放倒的肌肉它俩冲突，怎么办呢？要去前排去挪座椅吗？不用。看一下前排这个椅背上的解锁的小扳手，把它往外提然后前推，这样的话座椅的滑道就解锁了，然后推上去，看这样座椅就放下来了。然后右侧也是一样的，它还是一个46的设计。我们放下右侧，非常简单啊。哎，你说这个东西可以算是一个早期的机械化老板键吗？那这个老板反正需要点手劲儿，把它推上去，推上去之后，然后看，基本就放平了。左侧那边也是可以放平的，可能我这边之前底座的位置没有给它调好，重新试一下。哎，放平了，果然是底座的问题。这样的话整个的那个后箱的空间是最大化利用状态，因为它这个座椅和后排是一个纯平的状态，然后你可以放一些大箱子，或者是把这个前排座椅进一步的前推，斜着躺一下休息，或者是坐在车里都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坐在车里面，你像我1.75米的话完全是可以把腿伸直的，然后靠在车身上还是可以比较舒服的休憩。后备箱就不多看了，因为杂物实在是太多了，还是打着看一下。后备箱的地台比较低，然后开口非常的大，并且虽然它这个地台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是得益于没有油箱，油箱在前座下边，它还是可以装进全尺寸备胎，这很厉害啊。带一个小的这种，手
冻得有点不太好使，带着小的这种置物的搁板。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新款的飞度只有跨界版顶配车型才带这种魔术座椅，就算它的成本确实要比整体翻倒的座椅高一些，那也不应该把飞度的精髓给舍弃掉，这点我非常不理解。一代、二代上，不管是低配还是高配车型，这种魔术座椅，这种魔术座椅它都是标配的。然后从那个第三代，也就是我们最运动化的 GK5 开始，就只有顶配车型才有，然后最新款更是如此。我觉得吧，像飞度这种车型，厂家一定要拿捏好它的这个卖点，还有产品的定位。你既然是一个居家的车型，本来大家就不是很在意配置，那这些很精髓的它的最大的卖点一定要保持住。你说明明已经把油箱放到前座下面了，你没有这个魔术座椅，不能把座椅放得这么低，整个这个地台做得这么平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有点舍本逐末，那个弃掉了当时设计师的一片好心。大概就这些吧，天太冷了，以后有条件的话，这台飞度我还会出第二期。